住院的期间，他几乎天天都传简讯给我，表达一个关心。我怕他孤单。就是他非常关心我。他现在就是我男友，他好照顾他。他这样拍一半，我爸来看他，他不跟我讲话，只是跟张良讲话。所以我爸很爱，好像是以前尾牙的时候，他爸妈跟我爸妈坐一组，然后我们就很像相亲的概念，真的很像相亲吧。记得我妈就是叫你爸，就是亲家。刚开始出院那一段时间是有比较辛苦，现在慢慢渐入佳境。比较喘，很容易会喘，但他就建议我就尽量多休息，然后就是不要讲话，特别是这三个月内，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休息、一个恢复的期间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那可是我要演戏，那就找替身哦。我说那我要唱歌，他说就假唱。剧烈呼吸的东西，剧烈呼吸其实还是有拍，找替身。但其实这个状况是不会是一直这样，或者是渐入佳境。住院的期间，他几乎天天都有传简讯给我，表达一个关心。我怕他孤单。就是他非常关心我。他现在就是我男友，他好好照顾他。因为我们是同公司，所以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蛮好的。他这样拍一半，我爸来看他，他不跟我讲话，只是跟张良讲话。所以我爸很爱，好像是以前尾牙的时候，他爸妈跟我爸妈坐一组，然后我们就很像相亲的概念，真的很像相亲吧。记得我妈就是叫你爸，就是亲家。一开始觉得应该没那么难吧，结果当真的呈现的时候，发现做了非常多功课才知道说，哇，它并不是件简单的事，因为要观察男生的细微的小动作，我都有去看，在捷运上的时候也在看，走路也在看。真的有几次人家觉得我很像变态这样子，我都一直撩林恩啊，然后我的手机超多我跟林恩的私密照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把他抱上床，我们超靠到近，摸着他的腿，贴他脸，然后他就越养越生气说，你为什么一直乱把妹？我就是跑去跟他讲说，那我穿上这个男生的衣服之后，你就会很想要有这种男生的行为模式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会，因为我觉得服装造型帮助我们很多，一看上去就觉得他就是男的。其实他一开始哇，很还不习惯的时候会呼吸很困难，很容易缺氧。我还曾经想过要不要买一个登山的那个氧气罩去吸，因为就是很憋，又很紧，然后因为近乎平的话会比较帅。然后喜马拉雅山压成什么平原。对啊，是需要练习站着尿尿吗？目前没有，但是我一直很想去，我一直在问他，他不教我。然后他问我，不只问我，他问我到处问到处导演孙庆月，而且因为她是女生，所以她就开黄腔就比较合理，就是我们就只能配合。这次的合作，其实在开拍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有做了一首新的单曲。其实，在我们两个还没有合作之前，这首歌就已经出现了，那是我在去年力扬知道，应该说我们两个本来就很紧密，然后就是他喜欢唱歌，然后我也喜欢这些东西，就这首歌诞生的时候我唱，但我就邀请力扬，但这首歌在还没合作前他就已经要发生，就很巧合，刚好这里喜欢就收进来当插曲。所以谢谢力扬来陪我唱歌。他一直担心说是不是因为这档戏才找他唱。我说千万绝对不是，因为这首歌是为了他做的，要给他鼓励，然后希望他开心。我相信。好好好。